Hello，朋友们，万代旗下的 High Grade Real Figure 系列推出了一套名为《龙珠 Z 魔人布欧套》的套装手办。这套呢是共包含八个人偶，整套的预定价格为12000日元，折合约670元人民币、820元港币、2900元新台币。暂定的发售日期呢是2022年的6月。这套人偶的整体高度呢都属于迷你级别的，但是好在从官图上来看啊，整体的细节呢都不错。首先，这套的一号是大家最熟悉的胖布偶。造型方面呢，也是一个经典的叉腰站立姿态，整体高度呢是80毫米。二号呢是在吸收善布偶之前的纯粹恶布偶，呈一个无表情脸、单手前伸的造型，高度呢是110毫米。三号大布偶，造型上呢也是一个刚出场自信满满的邪恶脸姿态，整体高度是93毫米。四号武天克斯布偶，双手摊开前伸，是一个得到了武天克斯的力量和比克的智慧，战斗力大幅度提升的布偶，整体高度呢是100毫米。五号比克布欧，同刚才的武天克斯布欧造型类似啊，也是一个双手前伸、巨型怒吼的姿态，整体的高度呢是103毫米。接下来午饭布欧，这个是魔人布欧的最强姿态，有着最强魔人之称，当时能击败他的呢只有最强的战士贝吉特了，整体高度呢是108毫米。七号小布欧，造型上呢是一个很困惑的站立姿态，这个也是深深的表现了原始布欧的毫无理性、只会一味破坏的特点，人物高度是70毫米。八号是减肥成功的善布偶，造型方面呢也是一个布偶经典的可爱笑加叉腰的姿态，整体高度是90毫米。总的来说，这套布偶虽然整体比例都不大，但是几乎囊括了布偶的全部形态，算是一套让人很惊喜的玩具了。喜欢的朋友呢，请留意最近各个网购平台的预定。好的，那么这期的淘宝玩具箱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耐心收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